接着我们来算第七题哦，3除以负的1又二分之一乘以负3又四分之一，那这里呢有带分数，所以呢我们都先化成假分数。这个除改乘啊，这里化成假分数是负二分之三，那因为除改乘了，所以后面要变导数，就是负的三分之二，然后乘照抄，432+1，所以就是负的1/4。好，我们现在判断正负哦，这里有两个负，所以就负负得正了，所以我知道乘出来是正的。正的剩下什么呢？剩下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二乘以1/4。那我们来约分看看哦，二一二二二四，二一二二一二就约掉了。所以呢，剩下谁？剩下分母，剩下三乘以三，三三九，分子剩下13，所以答案呢就是9/13。